哦，没事。扛错，完全扛错。哦，好开了，多一个，一人多一个。啊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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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，没得说了。真的，这边好像也是有警报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听他们说有。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就赌气，他说赌气20秒内就跑掉了，倒数20的时候比较久，比较久。有比较有时间，比较有时间。哎、啊，怎么好像都锁起来？快、欸！是啊，我怎么看到都锁起来的？锁起来就要解了吧？嗯。太多了吧？拿钱拿快一点！好、啊，一个拿完。解这个真的很麻烦呢、欸。真的，在那边哦。电子锁。快点，快点，赶时间，不要哈哈哈了。哦，指纹，天哪！指纹，我的天。哦。没东西可以偷了。对啊。去那边，这个我走那边。这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哎、欸，如果指纹按完是要按什么键啊？这个吧 ，Enter 吧，或 Tab， 是这样。这个最不会了。啊，这个不用那个 ，OK。这个，然后选择以后，啊，选择好了，然后呢 ？Tab 吗？拼凑四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吗？我可以不拼吗？你们怎么都在解啊？这只能解啦、啊。嗯，你门没开，这要钻什么啊？为什么？那红色的就可以钻，红色就可以钻。对，过了，我哪里弄不在？钻保险柜啊！我那天就在钻这个啊。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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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个门开了。哇，光是开个门就花2分钟，太久了。这个两个门，你怎么两个门？空的，早知道钻这个了。好像也没有赚比较多哎、欸，是吗？83万，快！是右上吗？开了，就是啊，它可以它有容错率。OK，、哎、我这里有两个可以拿的，我这边有两个门，两个柜子可以拿，有没有拿起拿？不要不要出！我来了，另外柜子。40秒，快！你拿快一点，叫你更快！可不可以一起拿？快！不能拿，不能一起拿！快！不行了，要推，要退了！20秒还没来啊！所以我们要等，救护车来了！无声无息，不能触发吧？快跑啊！快跑、啊！快跑！哦，走！啊，我拿完了！啊，会响！哇，响了！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到这里不错了啦。然后 reset 吗？不用吧。我们天气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。按了3、2、1，等一下啦，我还没好按吗？好了，3、2、1，所以我们要在时间内出去这里吗？出来就到这个点，然后就不会有警报。刚刚说二十秒啊，20秒就我们差不多要走出来这里了。对啊，哦，然后就打吧，好吧，都到这一步了。
来干啦！等下有蚊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蚊子卡到我。我哪有那么多护甲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轻型到重型护甲全满呢、欸，怎么讲？为什么？哦、真的？啊、我刚想说吃个护甲，倒了地吧，倒了地吧。我刚想说吃个护甲，还入侵了，发现全部都还是要入侵，还是要入侵？烂门，打电梯。啊！你也要害不是吗？两边都要害，两边都要害。反正我都警报，我就说风光一点吧。他走出来可不可以？可以不要关门了，有没有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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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可是我锁起来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个门很奇怪。哦，送的哦。所以你们护甲应该都有吧？没有护甲的时间。我看一下，我没有多。哎、欸，我也是全满哎、欸，我也是全部都是时间。哦，可能是有哪几天有上线的关系吧。哦，得到不吃掉了，可恶。好了，阿静，你好了。好了，第二关，电梯这边完成了。好，退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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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取消入侵。你那边指纹吗？还是什么？Hack failed 啊，没差了啦，反正都警报了。为什么你那边就快？我这边指纹啊。哦，指纹只要对一次成功就好了吧？对啊，三次啊，一样要三次。哦。圣诞节礼物是吗？那、啊、怎么之前跨下啦？哇！哎、你要拿打、哎、打掉就好。啊！走我们习惯的路，走我们习惯的路。我快死翘翘了！等一下，你走过去我就收枪，队友一走过去我就收枪。还有，他不能打队友，然后队友走到前面，他就会把枪往下放。嗯。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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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啊！保全卡没解，保全卡是哪个啊？就50个那个啊，那个就真的要找时间自己弄啊。保全卡，保全卡，是吗？还有那个吗？对啊，是另外一个的样子。保全卡是不是另外一个啊？我们要去路上抢那个啊，抢扎死一个人，然后去他身上摸保全卡那个。我非得要，不是都有拿了吗？不知道、欸，往哪走？往大门走？干也太远了吧！看到钱的钞票在飘，我看到钞票在飘。哇，这车，这是金钩飘、欸。车要过桥哎、欸！这能开吗？这能开吗？我快死了！我快死了！不能开！不能开！哇，这个车也太远了吧！烂车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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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可以开，可以，快快快快快，好，在被打，你的金迪，拽啊、哦，好蹲着了，蹲着了，快掉了，这金迪快掉了，所以我们要开这台还是开那个？开那个吧，我们的车吧，好扯，我们的车是跑车呀，要不要换？在哪里？前面右转。前面右边而已。停车场里面，哪一台啊？好吵的啦。怎么下趴？两台。下趴的哦。对，下趴的。啊、哦，卡林骷髅马、欸。哇，骷髅马、哦。可是他是没有副装甲的。嗯。先躲吧，先躲吧。好。这个应该比较好躲了。
我们先去那个吧。这谁？我要先去隧道了，拜拜。拜。好好好。隧道机。又开又出来了。啊，隧道嘞！啊，钱掉光光了。直接躲吧，直接躲吧，直接想办法躲吧。最少是一般的车比较好躲警察了。哎、欸，隧道在哪里啊？杰克，你有印象吗？隧道啊，没什么印象。糟了，隧道应该在更左边一点。啊，不是啊，前面是右耳、欸，傻眼。他进，他去左边有那个山洞。前面有警察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那个洞可以躲进去。你从刚那个风风啊，风风钻进去。啊，在那边啊，那个我要找的隧道。这车子有点不受控了，有点滑的感觉。我们是不是要先跑一段路之后才会开始消警星啊？对啊，警星还没动哎、欸。对啊。哇，先走。你们有在闪了吗？先靠近一下卖家吧。欸，三颗星了，变三颗星了。我们三颗星了。红色吗？车都快被我撞烂了。可以了，少一个车门而已。前面有警察哦。他还在闪呢、欸，我觉得要靠近一点，是不是？靠近一点卖家之后才开始躲。有闪现了，闪现了，哦，躲到巷子里面吧。我是刚下杰克，我。繁星右前方那个巷子能不能躲？现在吗？这里是不是啊？刚才我说两栋房子那里面的巷子，我就闪得过哎、欸。没直升机啊！可以，哦。前面转向，他掉了，他掉了。这前面有警车来吗？不是吧？他应该是上，躲了，躲过了。好了。哎呀！啊！稳稳开就好了。嗯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买在哪里啊？后水，后里有点远。自己上去吗？找地方上吧。引擎盖也不见了，可以了。这回很顺利，也还好了。嗯，还好。主要是因为车子比较好躲警察，车子比较灵活啦。我们上一次那车子根本甩不掉警察，就是跟在后面啦。对啊，直接贴在你后面推着你哦。对啊。哎，抢完刚好时间差不多。嗯，至少今天要抢，把这个抢完。嗯，哦，繁星，干嘛、啊？不用怕，不会掉钱。我怕摔下去掉钱。好，会吗？车上受伤一样会掉钱吧？哇，屁啊！走山路哎、欸，因为他导航，我就看着导航啊。嗯，还好啦，山路。我开车还算 OK 的啦。可以。
你不是讲完这句话，下一句都会叫一下吗？没有，拜托，我这次很稳好不好？上次的装甲车好像是可以走水路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真的可以哦。我就说它轮胎看起来蓬蓬的啊。有人是这样讲啦，我是没试过。叫 DSD 开啊！大家说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看起来而已啊。对啊，然后走下去就耶。泡水车赔偿。说明上有没有看过？水下山有没有看过？水下山，棒啊！送你送你送你！可是你的车头都变这样了。没有啊，当然是要不经意翻寒彻骨。哎呦！是不是有人摔下骨了？没有没有。DSD 表示我去试一试。然后去试车了，是不是帅吧？啊，拍谁？挺帅的，挺帅的。刚刚那个碰撞，哦，这个也不错、啊。BSD 上线了，他要去试车了。藤原填海，哈哈哈哈。弯得过就是拓海，弯不过就填海啦。那是到这里？不知道，上一次的杰克也是到海边。我觉得走前面比较快呢。快了，老高速公路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对啊，走，你来吃金币了。对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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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对啊，感觉走上面比较快呢。嘿嘿，好玩，好爽。通常那个是什么材质啊？就刚撞的那个塑胶。塑胶。塑。你也去试撞看看啊？不要。啊？怎么了？因为我只是觉得 GTA 撞起来，感觉它好像没有那么坚固。它其实就是一个会弯下去的一种一个构造啊！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阿嬷骑摩托车不小心撞到那个的影片？好像没有。然后人家还配那个马里奥的音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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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再等下等下截图找给你看啊。不错啊，我在豆腐有没有？到现场之后卖给豆浆那个豆浆给他这样，豆花了吧？在他车上他们会叫哎、欸，可是有女生的声音。干嘛看什么手表？嫌我太慢是不是？啊，嗯。我们车上还带了两三袋走。对啊。我们的酬劳。哎、欸，我铜牌。我看我铜牌。哪里搞嘞？牌啊！我看我铜、欸。他金牌啊！我看我自己铜牌呢。我是看哈基铜牌。该不自己都是哈基金牌、欸？每个人看不一样吗？哇！我看影月白金，然后哈基金，然后我赢，然后繁星铜。嘿，我看的是杰克金，然后繁星银，然后哈基铜。看来白金一样而已。哎、欸，发生错误。我在交易中，我在交易中。我在摆画面。哇，有拿到钱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有摆画面，有，新摆画面的。那我摆画面没跳回来。富兰克林。你变富兰克林的吗？对。啊，那他有没有进去啊？前富兰克林的形状有吧？应该只有我跳出来而已啊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在白画面，应该是完成任务，他就一定会进去吧？哥，你们跟我说这边没进去，我猎龙，威胁了哦！哎、欸，我直接这次结尾不一样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对，我是在街机铺哎，我也在街机铺哎，哎、欸、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全部都抢过？没画面，没画面，我现在还在摆，我摆的啊！
等下，版权攻击，版权攻击，版权，哎、欸，啊、哦，过了，白的，睡觉了，玩玩，有了有了了，机器铺，十九万，结尾不一样啊，前几次都是那个啊，啊雷斯特，闪光攻击，二十万，十九万。然后就黑跑，黑色画面跑圈圈。我也在跑圈圈啊。好，卡住了。存钱。你们是版权，不管了，没差了。应该不到十五秒吧？可以的。黑的画面。哦，音乐你怎么乱丢垃圾？谁啦？你要乱丢垃圾！阿总进来的阶梯铺不一样、哦，我在虚空阶梯铺哎，哈，哎，就跟刚刚跟，哎，我画面卡住了，我画面卡住了，我刚，哎、欸，发生错误，发生错误，耶，耶，刚好关台喽，耶、yeah, ，关台休息喽，不是只有我孤单，不不不不，拜拜，那好游戏，不不，那好游戏，猎龙喽。等他出来吧，哎、嗯，真是好游戏啊！背上有刺青哎、欸！哇，这妹子有腹肌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哦。连线真的是很大的问题，啊也感谢聊天室教授怎么玩的。没办法，因为怎么讲，想的跟做的会不一样嘛，有没有？我们也是想要潜行偷偷去啊，阿伟知道摄影机在哪里啊，结果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应该不会再开 GTA 了吧，我觉得下次我可以移除掉了，专心玩魔物猎人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拜咯。